早安啊，等一下啊，宁静止水，很困。早安。昨天还好吗？就整个很呛很累，应该就没了。反正就，昨天我们其实有光遇要跑图，跑一跑。想说我们带队的大 A 鱼大大说不舒服，然后想说好吧，那就解散去睡觉。然后后面就中途又醒来嘛，醒来就好继续跑图。又排一排，又说不行了，又不舒服了，好，再继续睡觉，又睡到了早上。我昨天八点其实有起来，然后那时候其实，反正昨天巧克团不是说满人吗？有打算参加，可是就是满人了，所以没办法。雀魂维修中哦，还好。我還想说，好，如果不知道玩什么，改完雀魂就哦，好，雀魂维修。不要哦，想要咬它。要多休息，可以休息，我会休息啊。哦，这么大格哦。攻击魔法防御咧，我们几点倒在床上啊？第一次是三点半，然后四点有起来，哎、欸，不，八点有起来。
然后再来是大概就是都有说要休息嘛，然后我们就是我大概10:30睡了。今天练技能可能看似很轻松，可是实际上可能没办法分心。夜魔法，混沌，强力恢复魔法，喂。把那个皮打开好了，等我一下。啦啦啦啦啦！夜魔法。真觉得电脑它就变慢。哇，一次90魔力哦，难怪不够。好了，开启。教主定格的抱拳先祖，谁啊？没事，我等一下晚点应该也看得到消息。攻击魔法防御能力。你这是你姐哦，我姐的啊。我说她说可以开巫师，就发现她巫师魔好少哦，她的巫师魔才多我100而已耶，这样不够放耶。所以我等一下应该换她的主教，她的传教士。Thank you.
然后换角色。我以前怎么有耐心练技能？以前的我时间怎么多啊？耐心怎么多？天啊！哎，你就职完了没啊？他人挺硬的，对啊，我轰他看看好了。哦，不硬了。对，这只汤圆是拔宠哎。啊，按到防御，白痴！啊，汤圆表示好痛，啊，汤圆好痛，我淹没。嗨，陈迷早安，好久不见。想跟阿神鸟鸟一起玩的时候，感觉如何？感觉怎么样，女人？哦，好久没叫你女人哦。嗯，女人，好久没叫你女人哎，女人。早安。按错，超紧张，也是啦。嗯，毕竟跟那个百万实况组玩的情形，我懂。嗯，喂，但这个台目前很无聊，画面都一直卡在像这样子，在虐待自己的宠物。男人，我也很久没叫你男人了。对呀、啊，想当初，当初怎样，我也不知道哎、欸。想当初我还在到处撩人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不撩了呢，现在已经不撩人了。对对。在练各技能的概念嘛，对。这就类似你想象就是麦块，你可能要挖鹅卵石，挖个1000个才可以挖铁，这样子。就是现在技能要练上去，没练上去的话，你达不到下一个门槛要的东西。好干，确实是真的很干。所以才想到我以前怎么有办法，技能练了一大堆，然后现在还是回来又玩这种超干的技能，我天哪、啊！
应该说，你想象一下，我就这样子拼命打自己的宠物，一天如果四小时的话，我起码要打两个月，才有办法练到全满。因为我现在是有八个技能都要练，然后每个技能都要重新练，这样子的感觉。至少要两个月以上。小时候有时间，长大后要有爱。对啊，没有，我是打算今天至少就是一个技能四等，因为我现在很多技能，你看三等、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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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一等、一等这样子。我想说至少一个技能四等，其他都三等吧。今天的愿望，米米加入，米米没空啦，而且米米应该对这个还好吧。对吧，米米啊，安戳。好的，我们换，不是换游戏啊，我们先回去，我换角色。这不是我的童年，对啊，所以没办法。安安看不懂你名字，云鲸、池口、夜鸟，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我去换一下我姐的纯教室哦，等一下哦。这只魔太少了，不够放。鉴定师，你叫什早安，早安。我姐有什么贵重物品啊？好恐怖哦！命中应该还好。啊，这个嘞，魔力手环加魔力，觉得他应该还好吧。我是怕把他的武器弄到爆，应该还行。但其实真的讲真的，三支弓箭手我现在应该也五十几等了吧？但弓箭手名声问题而已，等级都还好。你看我们两个一天就冲到三十六等，那时候我姐是说很干很拼哦。我说还行啦。普通干而已啦，等级高可以扒光啊，他身上位置不够多啊。等级高扒光哦，没事没事，我相信我的技术。还没拼五十欸，对啊。我想说，反正有闲就剪完片，看个台，然后稍微练一下技能。我是这两天是这样子啊，你不是问我说教主要练等，要不要练等？我说练屁啊，技能都还没起来，一直练等。
你看，你想一下，你全身都钻石装还是怎样好了，结果你手上只有木镐跟石镐，还有木剑而已，感觉也不是全身钻石装啊，就是你全部的经验条都已经几百等了，结果你手上就只有钻石武器工具而已。你能想象这样子吗，阿茄？超强陨石魔法哦，强你得到了。我说我姐怎么会没有攻击技能？啊、靠，我哭啊！他这么痛哦。我也试过去练技能的、啊，练超法。是啊。好了，开打。开扁啦！防御位置。没有，先防御再换位置就好了。防御位置，我讲真的，我现在就是在浪费钱嘞，要花钱。安安幺幺幺幺安安，然后火焰魔法，没有，昨天主要是也在练那个啦，在练我的格斗士的技能啊。本想说先练到魂功四，然后再好好练法师这一组。所以昨天是三开在这边玩。无名早安，你别乱打。火焰魔法，混沌技能，好六可以。格斗应该差四万吧，反正你的法师跟我的格斗也是同一天就职的啊，所以是一样的啊。火焰魔法，所以法师跟格斗其实同一天。位置，防御。哎、欸，打我姐好不痛，我打我姐好了，我打我姐啊，看一下哦，火焰魔法，攻击，强力冰冻魔法，好喂，
后强力冰冻，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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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御位置。冰冻魔法，冰冻，这样我玩得了四小时，天啊！啊！怎么没有捷径到？什么鬼？强力补血魔法？啊！怎么解除状态？给我骗！嗨，夏西，你是夏西吧？嗨，夏西，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跟男朋友吵架了吗？跟老公吵架了吗？然后解释一下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刚刚不是有个技能，它可以解除我头上一个石头的状态，我的石化状态。结果放下去，不但没有解除，还被羞辱。看托尔有谁在偷唱歌，要闯进去听。好，没人。你剩下三个技能要练了，你说全是哦，加油。那你上班真的是很无聊哎，你该不会还在上班的时候练魔力吧？
你以前上班就是边练技能、啊，那我觉得你这份工作真的还不错哎、欸，上班还能玩魔力耶、欸。好吧，我现在想要怎么练？我应该是打自己的吧。白痴哦、喔！你说超法被超补是不是？冰冻。你也是个狠人呢、欸。按错。你说超法打自己，超补补自己吗？痛不痒啊？你后面怎么办啊？还是你现在只是想提前期而已？没有现在，哪来的未来？是吗？还是我想太美了？我已经想到未来去了。嗯。那我们的未来呢？我们还没学技能好吗？你懂吗？你的职业不能学这套技能。所以这次副科是我有的吗？我看一下他们贴的，我觉得是星际血了，白体防御位。哎、欸，呆鱼，你知道这次副科是哪一只吗？这真的是佩佩爹的那个吗？可是那是国服的哎、欸，那是陆服的、欸，不是国服的，靠腰。就是那一只哦、喔，可是这一只你就省蜡烛了吗？你不是没有，还是你没兴趣啊？魔物看可不可以撑着吧？那是单体耶、欸，火焰魔法。那为什么你说可以省蜡烛啊？这只我从来没有换到过吧？哦，不想那颗，所以就省了。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可是它有很像乐器的东西，你不要。安安。嗯，你也换个节点嘛，搞不好有东西可以拿。冰冻魔法，
互惠合作。他那个面具还好，没有很好看。哼，这就是你们不懂的地方了。我也觉得还好，但是我的衣橱还是有缺他的位置，所以我还是会换的。冰冻啊，那换起来就可以顶撞你们了。不是番茄。哎呀哎呀。哇，防御乐器会买啊？哦，啊，至少不会换到头，是不是？我感觉莉恩也会换这个面具。教主是想要收集全部吗？当宝可梦大师也没有哎、欸。我现在目前唯一没有买的一个头，就是万圣节的那个头，蜘蛛网头。为什么不是我？你是什么？不是、啊、你是什么？什么？你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是你什么？防御。你是什么？那其实我姐以前很强。他以前有一只法师，也是练到蛮多技能，都已经六七分以上。还那时候是2.0的时候。为什么被顶撞的位置没有你？为什么要顶撞你？我不敢啊！新季节很香欸。这就是不知道新季节内容是什么啊，不然那些新道具也很香啊。可是我，哎，你说香，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季节就不会有冲动到直接毕业了。我觉得已经没有比现在表演季更香的了啊。我觉得还我自己还好啦，这一次的不会想要毕业。但会拿出来用，对，很抱歉的番茄，你的那只小乌龟要被螃蟹取代了。我今天才跟那个呆鱼说，哎、欸，小螃蟹，我就说抱歉的乌龟，我觉得小螃蟹比较可爱。啊，怎么又是你？你又来问那个了吗？他又来问那个吗？台湾的番茄，不是台湾，台湾番茄。那螃蟹我送嘛？那个是新季节的东西，目前应该是新季节的东西，所以你应该是送不了。拒绝？没有啊，季卡一定都会买啊，只是不会那个啊，不会想要第一天毕业的冲动。好了，我们要来冲四等技能了。早安，早安，没事啦。那个季票一定都要买的啊，不对，
能力允许的话，当然机票要优先买。机票很多很多香香的东西就要机票才有。对，如果你想知道台湾凤梨的价格，已经有人回答你咯，两颗凤梨的一半。哦，我抓到练技能的节奏了，不是诀窍，是节奏。我抓不到节奏。要他乖乖听话的话啦。再不然就是番茄账号借你来呀、啊！不要，我会怕。嗯，有番茄吐血。怎么感觉两天前才练过？你把水龙吸给你姐啊？哎、欸，对耶，防御。来啊，什么？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想骗我的钱？哦，哦，有诶，充一百滴了，充一百滴。我跟你讲个好消息，哎呦呦呦，看到第二页了，有有有有，我只有调教，白痴哦。早上好，早上好，棉被猫，你好，你好。啊，那这样我就要把我姐充被拖下来了、欸，我扒光我姐的衣服了。看一下哦。哦，还有希望水晶哎，天啊！好，我现在我姐被我扒光了，好、哦，她现在裸体了。
一连早安，好，看到你了，音乐关台了吗？嗨来月月的，不来月月的，嗨月月的观众们大家好。我应该把所有技能改成攻击魔法防御，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这样子练的，我所有技能用攻击魔法防御。好，还没关哦。看我，如果这个风吹到我的这只熊会死。我收虫好了。我好像会点到我自己耶，白痴。哦，这样练节奏找到了，无血魔法。陨石可以看哈，陨石魔法。哎，可以。刚刚邮差来一张红单，我要拆开看群主习惯。啊？谁的红单？刚刚邮差送来一张红单，我要拆开，传到群主当吃瓜群众，什么意思？群主？凡凡要怎么当会员？你是用什么蛙哥？手机、PC？ 你按你的聊天室那边没有一个加入会员吗？那个要钱哦。如果没有钱没关系啦。繁星叫爽没？繁星，看好哦，有白痴要打自己了哦，好痛哦！平板我没有要加。哦，你没有加哦，那
那我也不好意思回答你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啦啊！你丢到哪个群组吧？你干嘛打自己点错了？图很小很难点，你看我这边就只差一点点而已。你的是 iOS， 那 iOS 你订阅要有一个额外的手续。我今天才看到团团四天前的留言，他说什么啊？就是我那个啊，小鱼在跟我说什么，我姐我什么东西都给我姐了啊，我要拿什么那一句，因为想说奇怪，他那时候高校不轻松末日的时候跟我说，韩信，这是以前的影片丢出来，还是最近有在玩？哎，啊那个末日前他有问我说，韩信，啊你最近是回去玩了哦？我说哦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上线检查看看你的角色还在不在？我说他会那个，好像说三个月没上会把角色清掉还是什么的。然后好像团团就好像又没意愿了，因为团团那时候好像法师技能都练到五了吧。嗨，小雪，早安早安。他那时候就是很自虐的技能，他是练传教士跟魔术师。防御，但还是找回来。有啊，我跟他讲，但是我说我现在人是在那个摩羯。因为我说大家都没玩了嘛，啊，我姐还在玩，所以就过去跟她玩。我不建议再多养一只熊猫，我好像不建议哦。好吧，那该又变介意。没有，团团现在比较没空练技能的啦。我也跟他讲说，你要玩的话，你就三只弓箭手好了，不要再去自虐去玩那个魔术师，因为他有个愿望是，他真的是有个愿望是说，他想要练那个好好把一只法师练到就是。全体魔法，就是魔法都满等之类的，这是他的心愿啊。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回来，你可以先玩两只弓箭手或三只弓箭手，等到后面时间多，再开始慢慢培养你的法师。不然他现在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开台，很辛苦。OK。
好多了，只是容易累。那你昨天还开台开那么久，要当我没在看你们的台哦。我没开台的时间就在到处第一台哦。我在当里长到处巡逻，现在还在确诊隔离，你就好好休息啊。啊，辛苦了。不过最近也没有什么时间第一台啦，最近时间早上开台，晚上也开台，中间时间有时候还要上光语什么的，真的时间好不够哦。里长好，你好，你好，你好。里长只是偷偷听台、挂台、跑光语而已，不会打字的。我要当的默默，默默跟在人家后面的里长伯。我在电线杆后面跟着人家回家那种里长。嗯，他好，他确定安全到家了，好，换下一个。不更新触及掉了200,000，你也很无奈。对啊，我那时候电脑坏了一个礼拜，我的触及就直接掉了五分之四，不，多少？五分之三，五分之四太多了吧？我那时候真的大掉很多，才一个礼拜。所以那时候电脑弄好之后，我的心情又荡到。里长啦，不是市长啦，里长，市长太恐怖了，市长还在睡啦，我们的兔窝市长还在睡觉。欸，现在是不讲多喝水，是讲说多补充水分吗？欸，讲多补充水分摄取营养的话，会比多喝水好吗？多喝温开水，多喝温开水哦。会好得快哦。兔窝市长是谁？我们的黑月啊。果然什么啊，就只有他声音最像了，果然什么。还是会开台啦，趁确诊把电盾低游戏跟衣服破一破。好。加油。还是总统谁啦，哦，到底是讲谁，开台累了会直接睡8小时，中途不会，最近都这样。哦，我最近在蛮牛，不用什么，你又拉了40罐，那请问你蛮牛喝了几罐？蛮牛是不是喝光了？不是，他可不可以喝了蛮牛之后，不要用卡死，是所有经验加倍就好了？不对，懂我意思吗？我先讲哦，我不是很喜欢在台上聊政治哦，所以你一直要提政治的话，我只好
让你先安静了哦、喔。应该说其他台也是啦，因为聊政治容易带一些风向，然后导致聊天室会开始争吵啊，会有那种那叫啥，会有宗教战争，哎、欸。技能经验券哦，对啊，哎，那好棒哦，那很棒哎，有技能经验券你也是氪爆啦，哦，好吃好吃，好香好香，在精神病院里的战争吗？啊？你怎么知道？哇，我真的很不想懂你，但这就是你的为人。没有，我也是很后面才去知道，有些人真的是能用钱解决的就用钱解决。那是我之后去适应的生活。有些人我真的因为我没办法去。了解那种感觉，就是钱能解决就是小事这种事情，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事实，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对，因为我没钱。哦，对啊，欸，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女神苹果，我也是大客，就狂吃，我就有一只一等的仙人欸。我那时候不是一等啊，因为中途不小心升等，我一只一等的那个 S 级那个王宫那个镇那个什么吃饭仙人，那时候我就变成一棵树，在法兰城里面到处走。我已经按加入会员了，不知道有没有？没有。那请问你按加入会员的时候有出现什么付费资讯吗？你是不是好像不是订阅哦？是有个要叫你要扣钱的东西。防御。还是你看到的画面会看到我画面是不一样的？我还等一个观众叫糖糖的加会员，他那时候礼拜一说晚上回家，又等不到他，他也是玩那个啊，那时候在光遇社团加的好友，对，还是我去加个那个新的会员，就是尊龙级会员，然后价格很高的那种尊龙级会员，你能拿到什么呢？没有。你所享受的东西跟一般会员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尊龙级会员。
然后可能后面兔窝我会新增一个群组，不，分类叫盘子。大家看是盘子哎，就只能给你这样子权限而已，发一个可爱的盘子。有 0.75 的吗？有75元的吗？没有哎，不好意思，因为现在大家给的钱都是一样的，所以还是会维持这个啦。目前还是维持就是一样的钱，因为之前有开过300的跟多少3200，300的也没人加，然后3200的更别说没人加。我想说好啦，然后有点反正就想说他们也他们一直是摆着就好，反正有人会赞助支持自然会去支持嘛，你就不要想太多。因为这本来就是不强求的东西啊，你也不能说你会员以后只开个3200的吧。必然安安，我怎么听到盘子？没有啦，不是说你啦，说要摆个那个啊会员订阅嘛，就摆个3200的。然后我说有什么好处呢？我说没有，你所享受的东西都跟一般会员一样，然后可能就是在 DC 群给一个分，那个群组分的叫盘子。不知不觉加入快半年了，对啊，我们认识快半年以上了哎。其实那时候最近还有在看几个人的台啊，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说巧克力竟然会开始倒逼进来那个巧克团，我真的想都没想到哎。那之前就有在看那个幽离子他们的台嘛，只是想说。那时候一开始加入说什么沾江什么之类的，该不会是那个吧？然后我就那天王国之战点开来看，还真的是哎。然后那个幽离子也是西亚认识的啊。会员是75哦，那对啦，那没错啦，还是150。功能不是幽离子，是我认识三江都你老婆，可是我比较喜欢，老实讲我比较喜欢幽离子。没有，我觉得他的皮太重我的口味了。你看有妹妹头，然后又是双马尾，整个我就不行了。你这周还要跟三家门约会？去哪里？线上约会吗？请问是线上开约吗？我记得 YT 已经分部分频道赠送会员，只是不知道哪一张。哦，对啊，我那时候看到人家有时候开始赠送会员呢。其实我不知道赠送会员这功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处是你可以让人家加会员没错，但是对我们这种加会员才能进群组的来说会有点困扰，因为怕说怎么。可能随机赠送到路人吧，啊，如果进来 DC 群的话，怕他来捣乱还是什么？因为当时就是没在退取开的原因，也是因为怕到时候赠送到会员的时候是来闹的。对，所以当时迟迟不在退取开的原因，就是因为啊，我们的品质严格把关。对，因为 YT 的话就是出自自愿嘛。就是你愿意自己加会员，然后你进来这样子。啊，今天可能说，可是我没有钱，但我真的很想啊。他又是万年观众，有没有？我就说没关系啊，你的心意我知道，那你就好好的待在聊天室就好了，我还是在的啊之类的。他赠送好像是最低金额，你可以去开一个30元。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也有很多滴滴收到订阅会开始比较给一个奖励比较好哦，对啊，所以我就想说会员福利这东西其实来讲就是拿来比较的呢，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这个什么会员福利啊，然后看实况组有没有心想要回馈什么观众东西啊，我就是哇这个越比越大会觉得很累耶，就其实你们每个月的开销也你看他头上有石化，我刚刚就想说奇怪我姐为什么头上有石化还可以放东西，其实讲一下头上有石化这个东西表示你这个动作是完全不能动的，你完全不能放技能，不能攻击，不能怎样的，对啊，那再来就是你看你们今天钱已经赚的不是说很多了，但是你们要有什么会员福利桌布啊或是有的没的东西，我觉得哇你们好辛苦哦，所以之前谁米娅找我画图吧，因为认识米娅真的也快一年多了，所以啊我也懂说他们其实可能私下赚的我不知道啦，我会觉得他们赚钱辛苦，但我会觉得说至少没有赚的应该可能也比我多，但是我想说这些钱就让他们留着去做一些回馈吧，就是他就是不是请我画那个吗 GIF 的图，我就想说没关系啊就送他，那些钱他就拿去做一些什么会员福利的东西嘛，这样那谁麻子也是啊，麻子请我画那个头贴虽然只是改颜色啊，我想说他那些东西就拿去做一些活动策划，哦好热，我怎么讲到那么热啊，然后脱衣服了哦。到期后会自己扣款帮你续第二个月，那个可以取消啦，如果你真的觉得一个月就好的话也可以。看不到，我觉得主要是穿发热衣害的啦。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你去照镜子。嗨，欧元爸爸。哎、欸，我最早以前就是75块吗？我怎么记得啊？150是那个退取哦。我记得我一开始不是75呢。这个石化图案也太可爱了吧！哎、欸，番茄，有看过有石化可以闪避攻击，有石化可以放技能的吗？开外挂了吧？我6月5号准备停掉了，13个月够了，不够，你到底有没有要开光遇啊？你没有的话，把你从星盘上面拉下来了哦，我要放替补上去了哦。你这个灭火器有没有上线啊？灭火器，不要哭，灭火器你要上线。以后你不叫狐狸哦，改叫灭火器了。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可爱的狐狸会变成灭火器。还记得我们之前不是玩潜水艇，然后那个吗？鬼抓人，他就喜欢选红色的，然后去跟灭火器融在一起。然后我就讲，哎、欸，灭火器，你过了分哦，灭火器。感谢欧元爸爸的会员 SC， 你坏掉了没有啦？因为最近不是都是这样子吗？他们最近也都是说什么看看自己准不准，有没有？
就是看说自己的订阅的天数跟出来的数字是不是一样的，类似抽卡。陨石魔法，呀！我靠，一个全身空装的法师打300多滴耶！我姐点的力量是不是啊？被吃了，好啦，我只想看瀑布转圈圈，你要看哦、喔，那我拉大一点给你看。好了，看到了。感谢小雪的六个月，谢谢谢谢谢谢。一百等又怎样？一百等打到这么高的伤害不可能啊！对不起，我魔力玩的少啊。哎，等一下哦。我姐这次总剩400多块钱啊，等一下啊，我姐这只角色补魔补到没有钱，怎么样？我丢钱给她。等一下再丢钱，我们还可以再玩一轮。身上没钱呢、欸，姐你怎么可怜姐？你忘记要给我钱？哇，你终于想起来了吗？我想说我不提。提前伤感情，没有哎、欸，我才补他1600块钱而已、欸，怎么可以这样子诬赖我？打这只冰冻魔法，打这只，再打一下。哎呀，拜。我们的感情是钱能伤害的吗？可以啊，你都在拿钱伤害我。你看这人多过分吗？我们不是光遇都会有副科或是什么的，然后每次我都会说，哎、欸，这个我想课还是什么的，让他听到我想什么东西的话，他叫我不要出，他想要养我，他想要用他辛苦赚到的钱买东西给我。我又收得很不好意思。好啦，灭火机在更新了，太久没开了。你给我上线！你知道连呆鱼他们都还问你说：“哎、欸，教主，我说哈，那个狐狸有没有要上线啊？还佩佩啊，反正就是那两个妹子，就同时突然问了我一样的问题，我就。”我就很难回答。哎、欸，我姐怎么失去一个称号了？完了，我姐不会什么东西坏掉失去了吧？我贴给我姐一下哦。嗯，传教我。等一下，我姐现在在蓝国第五徽章哎、欸，天哪！改天我们来解蓝国吧，强力风的魔，改天啊改天啊改天啊，你连金人都懒得捡，好啦，哎、欸，那你不要上线好了，我不要勉强你，不要上线，你不准上线，被我看到你上线就完蛋了。那应该是佩佩了。我也才蓝七，我以前到蓝五啊。以前蓝八那个真的是有够难打的，真的是骂到脏话啊，要打道具物。
然后那个又会偷东西、会爆装的气死。有一只会炸，有够痛。对啊，就三只角色嘛，然后其中一只会爆装啊，所以说优先打那一只。二手攻守装几等啊？不是不是不是攻守的问题，是放错技能几等啊？有加宝石的那要啊，当然要啊。啊不是啦，是你不要的吗？还是你要特地去买的？几等啊？来说一下，我昨天私下也大概就是这样在练等，可是也没练那么勤啊，就可能打完之后就看个影片，看个大概五六分钟，再回来再打，打一场五六分钟再一场，所以昨天状况其实很差，七八九等就摆你的仓库吧，我现在仓库还有很多那个哎、欸，哦可以啦。因为现在仓库还有几把弓，我想说干脆就直接丢商店了，因为弓箭手也都换掉了。很多过期汉堡吗？哎、欸，对耶，没事啊，你那过期汉堡，我大概也是下个月才会开始吃吧。说要过期汉堡，我的格斗士可能也要开上先打一下怪，不然没有成好。那我该不该上线？看你啊，看你要不要给我火啊。啊，终于可以不用练风刃魔法了。我想一下哦，我们不是有四个属性的魔法吗？有陨石啊、土的、冰的、火的跟风的吗？唯独风刃魔法是攻击最久的，因为它的风会到处飘来飘去，真的很麻烦。
我今天练得完吗？可恶，是可以啊，可是时间问题啊。不是啊，我不知道哎、欸，我姐没有钱，哦、我有钱。我姐，我有番茄的钱。哦，没有，我现在的钱是我姐的钱。我想哪天我们两个如果一起练技能的话，我们抄法都打自己，然后给你的主教按抄回吧，抄补，这样是不是很过瘾啊？按谁先死？祝景安安 ，Hello Hello， 玩那么大吗？对，就那么大。嗯，哇，这一团崩了吧？怎么怪都还没死，自己人先死一片了。其实蛮希望他跟师傅一样有那个，就是类似每日任务啊，咬胶级等的那种装备，不然等级低的材料装备或补品都好难买。我的今天可能要你每日任务做一个咬胶加200的水，或是什么两级的装备，不然如果新手好像来玩。是好像新手来玩真的没有办法生活欸，生存。要找一个干爹，对。你是今天都要练到4吗？我觉得有可能呢、欸。我觉得有点累呢、欸。我觉得画面有点无聊呢、欸。反正没意外的话，后面实况内容都会长这样子。如果真的要玩这只角色的话，啊，我们后面画面都会这么无聊。我繁星怎么最近画面都是在打，都在这个画面？我说这只宝可梦太难打了，有没有？现在使用的是自残，
但是训练家在打宝可梦，打自己的宝可梦，然后另外训练家在帮他放补血魔补血的药。防御好了，出发出发，我们打完了，技能调一下，技能，疯了，啊，我本来想说昨天太累了嘛。应该也没有体力抓鬼还是怎样，想说不然好啊，来打日麻好了。可是昨天状况真的是，我感觉我真的如果今天说，哦还好他说我的钱不够补魔，不然他现在补魔很亏。然后因为昨天就是我眼睛其实是微开的那种，然后就其实有点。坐不太住，然后可能也不太会讲话，就是真的很像是晕车后面的那个感觉。那昨天就想啊，然后想说反正巧克团没有报名，没有参加到，我想说那就去睡觉好了。超想听到。啊，白痴哦、喔，还放四等技能啊，浪费，没经验，哦，繁星哦、喔，受够你了哦、喔，超强风的魔法，防御，我第一次比你晚睡，什么意思？靠腰哪有啊？番茄十二点多才睡，不过他最近是为什么？你会知道？你中途又给我爬起来哦，说要休息的是你啊。为什么我姐会失去一个称号啊？我很担心这个称号是很重要的东西耶。有翻聊天记录啊？不一定哎、欸。啊，对啊，他可能因为番茄很少半夜在那边开麦的。哪有啊？番茄有时候也会一两点才睡的呢。打到睡着打什么？打麻将哦、喔。我现在要调你们两个妹子的作息哦、喔，你跟佩佩的作息哦、喔。他好像自从来了托之后，就学会了日麻之后就完蛋了。
觉得你们这样不是很好，给我睡觉啊！你作息有在调？佩佩两点多，哎、欸，可是他前天四点多、欸，哎，先去忙了。好的，奥运爸爸，拜拜。早睡早起，你晒啦，你那么浅眠。来来来，讲一下你昨天最早几点睡？下午三点半呐、啊，哎、欸，三点二十分睡觉。你不觉得，如果陨石效果打下来，有机会附加石化也很棒吗？有没有？然后火焰魔法是附加烧伤，风刃魔法是什么？沙尘暴，就是那宝可梦的啊，沙暴。那在冰冻魔法就冰冻吗？不就很棒吗？我说抄袭，还是风刃要混乱啊？混乱也不错哦。哇，看太痛了，太痛了，按错技能，白痴哦，白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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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哦。我水龙器在哭了，我听到吉娃娃在哭的声音了。你们那边雨大不大、啊？我这边其实你会看到我讲话好像很大声，那是因为我这边雨特别大，因为听不到自己声音，所以才会讲话会那么的大声。哦，那我发现我真的要把这个娃娃拿下来，因为我的麦上面不是有防喷网吗？那防喷网上面其实我架着一只兔子娃娃，然后好像就是因为架着那个娃娃，导致我讲话好像会有点。听不到，现在 是听到很清楚了，对吧？现在讲话应该比较清楚吧？一等早安，有比较清楚，对啊，啊，可是娃娃可爱。这个娃娃就是禁言早安娃娃，把我嘴巴啊捂住。哎、欸，你哎、欸，番茄，你看啊、哦，我不是石化了吗？我又可以放技能了哦，这是什么神奇的 bug 啊？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哎、欸，好扯哦，什么 bug 啊？我成了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太美太美太温柔。哎、欸，是不是觉得今天我特别安静啊？没有，我、哦、好想听版权歌，可恶！我想听你的微笑，最近被你的微笑洗脑的好严重哦。太多的幸福报道，听从爱的味道。不是啊，他那就不要石化图案出现哦。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你可以学我戴蓝牙耳机听歌台，我直接不用蓝牙耳机，我直接听台就我直接听歌就好了，我直接拿下来就好了。不然就是我不要把影那个、啊、声音输出，你们听的都是安静的歌，有没有？无声台就只有我的人声，没有背景音乐，防御。所以你平时开台都是这样在听，都是在这样听音乐的吗？哎、欸、呦，终于石化了，真的石化了，这是真的石化了。好像石化要结束了。太阳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你看心情怎么样？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你怀里浪风撒娇，攻击魔法防御。繁星安安 ，Hello， 黑雪安安。你好，你好，你好！啊，哦，然后其实昨天本来想说，啊，如果没巧克团，我要不要直接下午五点开到晚上？反正没有跟别人联动嘛，就好像可以开，感觉可以开久一点。但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欸，可是我觉得好累哦。但是我要开什么，对不对？开什么是重点，啊，体力有没有是另外一个重点。欸、他石化都只有一回合欸，一回合就没有了欸，干嘛神之卡哦、喔、魔法卡只能对神之卡使用一回合，陷阱卡无效。你昨天睡觉期间鼠王跟鼠一直在甩影，我有看到啊，白痴哦、喔，然后上线的时候看一下啊，算了，关台关台关掉关掉关掉，我怕我姐要用那个角色，我把人物下线了。然后怎么上线看到什么有鼠王那个又有烟鬼还是什么的，然后又看到你跟人家在聊天，哇，混熟了、哦，不错哦，番茄，害羞腼腆都是假的哦。攻击魔法防御，没有啦，你姐介绍猎人给我，哦哦哦哦哦，哦那就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然后昨天都有看到你在用净池啊。300,000的食材单，你是真的要拿去卖，还是自己吃啊？还是你要养那只垃圾，不是垃圾啊，那只黄金鼠王啊？那些都是他的饲料费，对不对？我就说吧，养宠物很贵吧，尤其是养魔宠。天哪，我也养不起耶。番茄，它好贵哦。佩佩早安，你昨天几点睡？佩佩，哎、欸，佩佩，我们跑完了，我们早上7点就跑完了，所以你要跑吗？我可以，我打错字啊，应该都卖掉吧，然后留一辆车自己。哎、欸，车是什么意思啊？一两箱吗？你们也太狠了，早上7点跑，不是因为我们昨天本来是，我们都是当天跑完呢、啊。啊，昨天是我跟呆鱼都不舒服，对，然后他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晕，头很晕，很想吐什么之类的，嘿，应该不干我的事啦。然后佩佩也是说他可以小睡一下什么的，有没有小睡完准备开始跑图的时候，然后。又有状况出现了，就是大鱼又还是很不舒服。哎、欸，那还蛮快的啊，要帮你吗？啊！要求啊，好痛哦！抱歉，拿水东西。所以你昨天昏睡一整晚，也没有昏睡啊，中间有醒来一下。然后发现说这个状况好像不能开台，我就又倒回去了。36,18,15。好了，继续开练。早安，老居。难怪昨天没开台，对啊。通常白天好了，白天只要过了12点，因为通常都12点关台嘛，所以11点以后。没开台就可以不用等了，那在晚上是9点以后没开台就不用等了。教主安安，豆浆浆安安，有要跑的话可以搭个顺便车吗？然后我继续赶稿。欸，佩佩，你要带一等吗？火焰魔法。欸，不过带归带，那个画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不要让司机等太久。我其实那时候在开台或是剪片，我真的很怕耽误到带我的人的时间，所以我每次都剪得很不专心，或是开台会有点分心。不过他们都很体谅我啦，都会说没关系没关系之类，但是我还是很介意，我还是很在意。靖格要杯杯，哇哇哇哇，开杯开杯，天哪，他们超棒的，天哪，你都在被他们欺负，你来帮他们讲话。
然后我昨天有去看那个嘛番茄的那个影片，他说什么繁星那边有人帮我准备，我说真的不用，真的也不需要等到我们这边准备，你们也可以准备啊，对不对？这样他就有两套衣服可以轮流穿呢。我真的很抱歉，你在道歉什么？不是啊，哎，你想一下，每次都是你或佩佩当司机，然后我虽然已经开始会跑图，可是也都是蹭你们的车，所以偶尔休息，偶尔像我也都讲啊，现在都不要什么三点不用赶着吃海胆之类的，不要被时间绑得太紧，这样玩起来很累。所以有时候我会说，如果你们要先跑，你们就跑，因为后面我觉得三点直接赶着吃海胆太累了，有点被时间压着那种感觉，很不喜欢。所以你们如果先跑的话，讲一声就好了。我只是想说，有空我去把那些加倍吃完就休息了。啊，哪知道你们还是都喜欢等我一起跑。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这些傻子，干嘛那么体贴那么贴心，每天都佛系拿五到十根蜡，你也太佛系了吧，你花一个小时嘛，海胆雨林馒头跟海龟吃完，你其实蜡就加倍结束了呢。然后你每天还要花三根蜡给我，你这个大笨蛋。上线吗？我把剩下的跑完。对吧、啊？那一等要不要跑？佩佩要跑，还是佩佩你要跑？我可以上线，把手张开，我都自立自强，架架啥？然后每次听光遇的那个进入动画，不是噔噔噔啊？然后你可以去听那个啊，我放错技能。打错人，就是我不是那时候贴白兔的歌吗？我真的没有想的太多、哦、那首歌前面的开头音真的是一模一样，噔噔噔噔噔，我现在不敢播啦，怕播了那三秒钟有版权的歌，你们可以去搜寻不成熟，有玩光遇的啦，有可以搜寻不成熟。好啊，我们来抱抱。好，我来了，爱鱼上线，抱抱。你为什么你男朋友不玩光遇啊？还是他会限制说不准你跟其他人抱抱，女生也不行？这样的话，那就大家不要玩好了，要不就少了一个抱抱好伙伴。免费的抱抱，好耶，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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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来了，撤撤撤！一灯救我，一灯救我！那个神经病要来抱我了，一灯救我！不要，不要闹！我现在在玩魔力，你走开！哎、欸，一灯，你赶快，赶快！赶快那个解锁那个衣服，你就可以跟他穿情侣装了哦。你昨天才无视番茄的抱抱，我要夹中间。好，你们可以抱抱了，我夹好了，我卡好位置了，可以抱了。
到底是什么游戏？听起来好乱哦，有吗？这是什么游戏啊？抱来抱去的。耶、yeah. ，好啦，你们去跑吧，我先挂一下、喔。哇，主要也是真的玩了光遇之后啊，我才开始感觉有生气。没有，虽然应该说玩这个之前就开始已经兔窝的 DC 群了、啊，有开始回温那种感觉。阿四玩了光遇之后，就是突然涌入了一大堆人来玩光遇之后，就是群组内嘛，也变得比较说有人进来挂着还是怎样，唱歌啊，玩光遇啊，玩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一些游戏。对啊。觉得还不错，还不错。一心安安。跑脚筋要陪你吗？还是不用？还是你要双开去？啊，你双开去好了，我没办法顾。这个跟以往的游戏不太一样，这个左上角的时间就是限时时间，这个时间内所用的技能那经验都会加倍。快逃！番茄还在，快逃！你也是最近才看，你给我开麦！你少在那边有麦克风不开，在那边偷笑。你现在就只差开麦这个环节了。也有在那边播西敏的歌偷笑、啊，不敢跟他们开麦击败人。哎、欸，你也真的很天才，你居然会想到说那天是播西敏的歌。我也听过了，那你模仿西敏的声音模仿的很像呢。我真的有听过吗？你本来的声音吗？你要确定哎、欸，我也是最近阿亮才说我之前听过他的声音。然后我说确定吗？我怎么没印象？他说有跟巧克力玩那个什么麦块地下城。我说哦，有了有了，真的有印象了。你是不是讨厌我？没有啊，他讨厌我们大家，不是只有你，所以我才笑得很白痴。你想听利恩的声音？也、欸、是真的没，我真的没印象啊，而且。你要想哦，我有一阵子都没在兔窝里面出现的嘛，都是你们出现的、啊。我也是上个月开始光遇的时候才常住在兔窝群里面，不然我之前都是哪个群组都没待、欸，我连阿米狗也没有在里面呢、欸，我就是一个人自己在那边当边缘人，把自己边缘起来。疾风他们把我当龙打的时候开的，当龙什么龙？打什么龙？佩佩昨天下到新人哪一个？哪个新人？你是说一等吗？
还是谁？佩佩，你怎么可以吓人啊？佩佩，防御285是谁？现在开始提编号了吗？我看一下285 ，New Rabbit 285，哦哦哦，他哦，真的很新。你为什么要吓人？一个妹子，哇哦，要去骚扰人家了，要去吓到人家，骚扰到人家喽。哎、欸，佩佩，啊、这边你。有时候不要太热情哦，好吗？有时候热情过头会真的会吓到了，然后也会给人家想说会有一个负面的印象。你是进去要不要试练？然后你是这样，嘿，要不要试练这样子吗？我不知道他在唱歌，不是，你先。反正就是你进去别人的房间里面，先停一下，先看人家在干嘛，你再开麦，然后进去马上开说，哎、欸，你在要不要试练这样子？你没看到我现在进别人进你们的房间那些，不管你们有在唱歌，我都是先进去先关麦用打字的吗？有吧？而且很好听哦。好，那我知道了。就说咳咳，现在又多了一个，是不是？不用道歉啊，你下次知道就好了啊。不然他们每次，之前有一次是人家在唱歌，就不知道是哪个白痴直接开麦说：“嘿，教主！”就那个人就是吓到把麦关起来。我没有吓到人，是对方吓到人。嘿，所以我那时候不是很讨厌人家说什么，人家好好唱歌就唱歌，不要吓到人家。有吧，我都有做吧。佩佩是想来找我跑，那就是利恩的错了啊。哦，利恩，欸，所以他有玩光遇哦，还是没有？你们说的285有光遇，有在玩光遇吗？啊，没听到，没事啦，机会那么多。他是挂在浴镜啊，没事。那我要在这边 tag 他，那从 M1 回答，我也要听你唱歌，这样才会吓到人吧？我突然莫名其妙，教主要听我唱歌，怎么这么突然？为什么大家都有好看的衣服？这就是那个浓、啊、出来的啊，也不是浓出来的啦。我来介绍一下、喔，有些衣服你要跟那个先祖解锁。你就想嘛，有些特别的衣服，只有特别的先祖才有，不是每个先祖都有卖衣服。然后有一些先祖，比如说我们明天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复刻先祖。然后每次副歌先祖来的都是不一样的，你就想象是流浪商人，但是每次流浪商人都有固定卖的东西，但是每个流浪商人都不一样，所以可能明天流浪商人有卖那个衣服，啊，有些是卖面具，有些是卖斗篷，啊，有些是卖知识，对，啊，每个卖的都不一样，他有独特的啦，那是属于他自己卖的衣服，反正就是。他身上穿什么东西，他就会卖那个东西。
但我不要跟卖男装情侣装。哇，你也很嫌弃耶。哇，那太好了吧。对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商人是卖琵琶、披风还是什么，就是他固定卖的东西是这些。他每次回来的不一样，都不是同一个人啊。所以都是等礼拜三我们才知道他卖什么。你可以看光玉的群组啊，有一个很像牛头的那个是这一次明天会复刻的。他妹子们都说不想换面具啦。就他是卖乐器跟那个拱手姿势的。就是姿势有分等级啊。然后有越高级的姿势，就是动作越大，效果越多。好像被我玩光了。那我跟你讲哦，至少留两根。那如果你连两根都没有的话，没关系，礼拜日还来得及，要记得去献祭，好吗？那个你玩光了没关系，礼拜日要献祭就对了，因为礼拜一的三点他才会离开。等一下，我调个技能哦。当初把你红蜡花光谁？欸，我都不会叫他们，我都每次都会说至少留两根呢，是谁啊？别那么过分。应该都会建议新手留吧，你看。欸，你想一下，我们当时一直都阻止你们去解锁一些东西耶。有印象吧？我们当时不是说你们要解锁，互相解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说为什么白蜡先留下来，明天复刻，然后红蜡也要至少留两根。你是不是栽赃？你是不是毁谤我们？你是不是记错了？你说的时候我就花完了。一灯回家啦，护卫崩击。不是我说，西敏刚入坑，把红蜡用完，你直接骂他白痴。不是啊，我那时候就一直跟他讲，因为他不懂，他不知道为什么红蜡要留，他那时候就花光来被我骂。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你们听不懂，所以我那时候是用了麦块的方式来解释给你们听。然后那时候也讲超久、超久、超久的，讲到连佩佩呆月一起进来解释，然后连小妞也进来解释。反正叫你们先留下来，明天就知道了。还因为交换爱心什么之类的。当然被我骂啊。
你想一下，就像当时小鱼骂你白痴打日麻的时候，你不懂啊，一样的意思嘛。但他还是用光了。对啊，他是骂了。你日麻不是小鱼教的啊，没办法，当时就只有你一个人来跑来学日麻，那时候是刚好有同一批一堆新人要刚好要学，然后小鱼才去做 PPT 的啊，也不是故意要骂，因为那时候已经语重心长讲了，那个先不要换，那个很重要，先留下来，反正留下来就对了。留下来可以做试案课，我自己自立自强，对啊，所以你很棒啊。我等等先去上班实习，拜拜，大家拜拜，好，棉被猫拜拜。你说日麻哦，哦光遇哦，我还是就跟我当我一讲啦，就跟我当时在那时候复刻那个什么运动员那个，刚好在想那个重组记中间有复刻一个运动员，极限运动员吧还是什么的，那时候我是刚好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红辣，所以我整个是错过。哦，我有红辣。欸，那时候好像玩到剩下一根，来不及付，来不及用，因为那时候又想要换的更多，还要想要换的东西，想说不想浪费在他身上，这样错过了，少了一个永久翼耶，因为那时候根本就听不懂永久翼是什么东西。我真的明白光遇那些蜡烛的重要性的时候，是已经玩了第十天吧，就是准备第二个复刻快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蜡烛是多贵重的东西，爱心是多贵重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加了一大，就那时候刚好在 FB po 照片，就一大堆人说想要来加我。我那时候就想说啊，一大堆爱心欸，我就想说爱心是多不廉价吗？怎么大家都送的？然后后面才知道爱心多重要。所以才会说，如果你们爱心很缺的话，先不要送我了。我就说我已经知道爱心多贵重了，你们不要再送了。如果真的很缺的话，不要送。我最近合的一次一满是什么时候？你有没有去看我的精华试案课单期耶？你是不是没爱看我的影片？好，抓到。对啊，爱心买不到，只能去换。这才知道爱心多贵重。你飞的时候，对，我还把利恩的那个留言置顶，我说让他置顶那个呼吸上面的空气。后来想想不对啊，我也要置顶欸，我也呼吸过上面的空气，只是你飞更远。
好痛哦！哦，好痛，好痛，好痛哦！水龙器要哭了。可惜我没有清老头的成功。可惜我清老头没有成功。嗨 ，YT， 嗨，嗨，冠良。干、欸、不是哎、欸，快死了。你上精华了，很难得吧？因为 我那时候剪出来是想说来一个对比嘛，前一场飞了，这一场飞别人，那个鲜明的对比吗？我复活了，我会来报仇的，就像这样子。我好像也不用练到全四级耶，留个几个经验去雪山打一打就好了吼，不然这样饭好浪费哦。哎，奇怪，我小铃铛刚没出来，然后突然被关掉了，我明明就等一下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有没有新的问题的？没有啦，那个小铃铛，小铃铛就跟 ENF 一样啊，常常故障。雪山我最近都丢超法了啊，只有一只怪你也丢超法哦、喔，这么勇的吗？啊完蛋！啊完蛋！早安，怪人早安。这一只的话，应该反而不会这样。你就说按个换位置或普通攻击吗？我的话应该会按换位置啊，不然路比打了五下、欸，很久呢、欸，还、啊、要死了，啊，要死掉了，要死掉了，护卫。陨石魔法，看到数字王后，看到了心动的商品了。你又看到什么了？完全没魔，我能干什么？宠物放出来，技能超强。圣诞鼠王召唤鼠王女仆装，应该是吧？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哎、欸，回收。
来再看一次哦。哦，看什么？看啥子啊？来看100等的普攻多少？你看嘛，100等的这样打105才是对的啊！刚打300多哎、欸。我穿吗？当然不是我。他说他看到他有兴趣的东西，那是他有兴趣的，不是我。而他心动的。圣诞鼠王哦，立宠吗？蚊子安安，可是价钱好贵。对，对，就是贵，贵就是对。啊，陨石魔法，他要求我，你看42。刚说100等打300的，我就吓到啊！好，继续练。好像12点前来得及，12点半前来得及。啊！打到自己了！哎呦喂啊！AK 是什么？学生，女学生。等一下哦。怪人，你过来，先藏好手上的狼牙棒再说。哎呦，你确定是手上的狼牙棒吗？哇，你们两个好色哦！
这些人好奇怪，你们都好奇怪啊！我跟你讲哦，你们被小鱼看到的话，你们通通都会死哦！你们再继续讲下去的话。小鱼看到的话会是让你们安静的那种，他没有棒棒，他有扳手，有没有看到直接敲你们下去，跟你讲。看来下次全部法术八等都要六小时起跳了。啊，法师真的是辛苦的职业啊！没事找事做的职业啊！你的名字写错了还要求救，那我要跟你讲。老师点名你偷看台，线上课程吗？小鱼的鱼，木字旁的鱼，木字旁的鱼。哦，你要被打了。我怎么记得有人打这个鱼？谁呀？应该是懒得挑字吧。你被骗了那么久，从我一直都是打木字旁的鱼哦。
你去看我的精华，你去看我们抓鬼的精华，我是打那个鱼，你去看，你去看，你给我去看，快点，我给你平反的机会，你去看我们那时候抓鬼的精华，就是那个 UNO 那一部嘛，你去看，你去看，你去看，我现在在打卡，没有空。你自己骗了自己这么久，我的天哪、啊！你这个穿三个礼拜的女仆装都不能饶过的哦，你这个太扯了哦。我想更扯的啦，我以前因为那时候退区，那时候是温阳帮我用了一个插件，是可以把英文翻成中文，因为早期退区是只能全英文，他没有中文，然后他帮我改了那些把一些人的名单，然后用一个资料夹嘛变成中文，然后我把小鱼的鱼看成小偷的偷，所以那时候叫他小偷叫了两篇吧。他就说他很不喜欢被叫小偷的感觉，我就跟他道歉，我是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不是故意的，而且我才知道为什么会看成小偷，因为那时候看成就鱼跟偷很像，然后我那时候以为小鱼是男生，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女生，我就说我完蛋了。对啊，你们不要叫他小偷哦，他是真的不喜欢哦，所以我那时候是道歉了很久。小鱼救怪人，没有哦，没有哦，没有哦，你要好好讲话哦。有些人底线不熟的话，你乱开玩笑会很危险哦。啊，这是当时玩那个新入股时候的黑历史。哎、欸，啊，像有些像佩佩嘛，啊，那时候我问他说，一定会有人叫你佩佩族吧？他说有啊。他说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其实就是被不熟的人叫会很不爽，但是熟的人也不会这样叫他，懂吗？就其实会这样叫的，我觉得也很没礼貌啦。那谁喜羊羊是叫那个人家叫春娇什么的，还说人家喜欢，我问了一下，明明人家没有说很喜欢，后背乱叫，欠打喜羊羊。繁星看似男名。都有女的，什么东西？你说繁星哦、喔？拜托，我本名的话也跟一些女星撞名哎、欸。我的本名其实那时候其实说什么算起来其实可男可女，就是男女都可以用的名字啦。他在学校都这样说，也骗我。没事没事没事，但他在我这边说他不喜欢啊，吼，喜羊羊哦。就像蚊子，有人叫蚊子一样，有啊。我那时候就问你说，你叫蚊子 OK 吗？他说也有人这样叫啊。但是碍于怕每次自动选字都选到，我都直接干脆用讲话的。哎、欸，嗨蚊子。我嗨蚊子，双标，你说谁他吗？我觉得是对人不对事哎、欸，不是双标的问题、欸，对不对？他搞不好埋了这个伏笔，就是埋了很久，就在等你被我钓到。他就是想钓你这只老狐狸。嗨，克洛伊！嗨，克洛伊！来，大家对克洛伊打招呼。大家说克洛伊安安。不过这 ID 为什么觉得我是女？
谁呀、啊？谁觉得你女的啊？有病吧？他觊觎你很久了吧？是番茄啊？不用啦，不用忙，一个一个回。不忙，不能一个一个回，没事。但是他们心甘情愿的，没有逼他们。你不用一个一个回啦，如果大家就哎呦花安安。又花早啊，又要给钱了哦！吃钱吃钱，钱包。嘟嘟嘟。上次克瑞还以为忘记是谁了，怎么样？哎、欸，我们稍早一直叫利恩开麦哦，一直跟我讲说以前就开过了还是什么的，之前就开过了，我没有啊，不算啊，我没印象的都不算呢。若星哦，好久不见，嗨 ，hello hello， 我那时候其实对你 ID 很眼熟，是因为我当时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叫漂流幻境，那时候一个叫洛星的，那时候还以为你是他。那天晚上我开麦啊，偷笑的部分我知道，就跟他讲说是讲话的部分，你还在那边跟我讲偷笑的部分。那个稍早没参与到话题的啊，就不要再觉得说有人搭上好不好？快笑死！我们班有十二个人用同一个头像，那你慢慢笑吧。没有，不要讲一些我们你没办法跟我们大家有互动的话题，拜托了，拜托了，求人。虽然今天你不尴尬就赢了，但是你会让我们很尴尬，今天尴尬的就输了，但是今天怕你尴尬。哇，没想到我好像真的练得完。如果练完时间还够的话，我等一下来玩一场饥饿派画家。我想说，我可以看看可不可以就从头开始吧。光遇的那些图画出来，就从一开始晨岛到云野到那个雨林那样子画。我觉得我应该会先饿死啦，因为你画没卖出去的话，他每几分钟就扣一次钱，他就饿死我两个小时。已经快半年没看 YT 直播了，没事没事啊，只要你愿意看，我还是愿意开的好吗？没事，应该说我还在开，你就可以来看。快半年了哦，哇！那请问中途发生什么事情？你跑去滴别人台了吗？是不是啊？完了完了完了，痛痛痛，要死人了！啊！我听到啪的声音了，痛啊！啊！我的平民袍出现了龟裂，龟裂！哎，以前真的不会念就念龟裂呢。蓝星星的平民袍好像产生了龟裂，以前真的是叫龟裂。哇，克洛伊，不用这样啦，回个大家安就好了啦。
这样我去别人的台啊，打个那个说打个招呼之类的，就每个人都跟我讲，我也没办法一个一个回，我就讲个嗨大家安安，然后讲完大家安安，又有人说繁星安安，繁星安安，繁星安安，我就当作没看到了。不是不想回他们，是讲完安安还是谁安安之后，我怕会造成喜评。没有礼貌问题啦，可能克洛就觉得说这是礼貌问题。就半年前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很热，跑去图奇看台，顺便调整心情。哦啊，怎么最近回来了？打好了吗？我来打我姐了哦，冰冻魔法，姐接我这招。哦，好像还行耶，那我打我姐好了。姐来吧，姐，那陨石敲你看看。啊，睡啊，姐。啊，姐啊，好舒服，舒服，舒服。那我带什么宠物？我打我姐就好了啊！姐姐接招吧，姐姐！然后我姐在用护卫护我，哦，这样快多了，哦，这样比较好点呢，哦。家暴现场没有哎、欸，你想一下，我打水龙器还有可能打到100多 V 哎、欸，想说久久回来一次，看各位这样如何，也不知道下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哦，好啦，没事啦，没事啦。人生本来就有起起伏伏的啊，对不对？那位啊，超强补强力补血魔法像其实我还在低潮期，你们相信吗？可能实况上会说会笑，可是真的就是笑完之后会那也只是当下而已嘛，笑跟低潮是两码子事啊，那笑还是要笑啊，不然因为日子还是要过啊，但是心情不好还是会不好啊，就有时候都是笑完之后可能当下很开心，但就可能快乐的那个因素已经结束后，快乐的成什么快乐能量结束后，就会又回到就是很低潮的状态。欸，唐安安 ，Hello， 我看到你的图。人生就跟股票一样起起落落。对啊，也不是啊，就是很多人都说，当你走到低潮的时候，大概就是人生的那个嘛，就是往上爬，也不是说高潮啦，就是人会开始往上爬。我觉得这一句话有点讲屁话，因为你看哦、喔，你当往下走的时候，你只要有一点点起伏，那是不是就是起色了，对不对？可是你可能也没有起色多久，又往下坠了啊。反正就是有点鸡汤的话啦，但是我觉得。有点讲干话，像我目前唯一起伏就只有 DC 吧， DC 变得很活跃了，目前起伏就只有这边有起来，其他就普普，可能就认识你们吧，不对，就重新回到兔窝群的 DC，
哎、欸，你为什么昨天跑来馒头之后人又不见了？一瞬间就不见，还是哪里？啊，你昨天在我们烧那个圣岛大花的时候有出现一下子，然后人就不见了。不会安慰只好抖内了咳咳。谢谢克洛伊的超级留言，不用安慰啦。很多时候怎么讲，就大家快开心心玩在一起就够了、啊。所以那时候怎么讲？不是有一次我过去的时候，你们跟我讲快跑啊，快逃，快逃什么？我那个教主来快逃，我那时候就其实有点小走心，但是想说啊，不要好了，反正闹也知道你们是闹闹的，但是有时候就是那种有时候就是卡到一个点是，就一点点的闹都闹不起来的那一种。然后最后还是跑回去了、啊，哇，很傲娇的，还是跑回去牵手了。没有啊，都是一阵子一下子一下子而已啦。哦，你那时候在捡金人哦。需要心灵鸡汤吗？我很会哦。欸，不用哦，你要想一下哦。应该说，你的嘴巴有比我的嘴巴厉害吗？我都可以把自己洗脑。你看我的那时候，洗脑到自己第一天毕业，花了4000多块钱。陈叶安，不对，陈叶萌安安，你什么时候改名字啊？你什么时候改回你的本名啊？陈叶萌，我鸡胎，我早上没吃真的。其实不用欸，其实怎么讲，我也看很多鸡汤啊。那时候心情很不好，我都会去看鸡汤，或者是看一些，一些让人一些会掉眼泪的一些电影嘛，那些就像可可夜总会啊，或者是那个脑筋急转弯，就把自己弄到哭，哭完之后就比较好睡了。哎、欸，反正就没那个字啊，不是有些日本的时候姓陈夜明萌吗？对不对？你也可以来一下啊，你也可以来当个樱花妹啊。对，陈叶是一个姓，萌是一个名，还是你想叫萌陈叶？哎，萌陈叶好像比较好听哎、欸。啊，人生大道理很厉害，不是啊？很多有时候。当你有时候心情就是已经起色之后，你看那些鸡汤会觉得很像在讲干话，就很像那一种你自己没有面对到，讲这些都只是纸上谈兵，懂吗？很多不是也都是说什么下一个会更好啊，讲一大堆有的没的啊，他是说你才不懂嘞，你又没有失恋过什么之类的，就到了自己失恋，然后就不是讲一样的话回应他吗？他不一样，你才不懂。我看着他讲一大堆的哦，双标，双标，双标。反正东西都是要自己碰过之后才会知道有多痛。好了，招呼打完了，等下上课，下次会再出现的。好，拜拜。等你下次光临，搞不好下次就在图奇开台了啊。血馒头吃习惯了无数感，血馒头吃习惯了无数无感。你在打什么？他小啦，等一下啦。我喜欢毒鸡汤。什么是毒鸡汤啊？你是打错字，还是真的就是个毒？你是读书的读还是中毒的毒？
像什么？什么像什么？等一下，我有点，我开始跟不上你们话题了。等一下哦，什么？我边缘人一来之后，话题就有点跟不上了。哦，边缘人。我要来 K 我姐了，姐姐来吧，吃冰哦，姐姐。老师写馒头是吃别人的，并不是同一个事情。教主理解不能，我听不懂啊。你知道边缘人这号人物，他让我觉得很恐怖的意思是，他年纪那么小，他懂的东西比我还多哎。现在年轻人怎么那么恐怖啊？就觉得跟社也不是跟社会脱节，是什么？现在年轻人可以这么恐怖？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想玩一些大人玩的游戏？你看，又出现龟裂了吧？现在年轻人真的很可怕。对啊。恐怖死了！可能也是有故事的人吧？谁啊？你是说那个年轻人吗？光遇要更新吗？我小号登不了。没有啊，那更新不就是上礼拜的事情吗？那个更新那个圣岛破图。要更新，又要更新了哦！他是要更新什么啊？年轻人太可怕了，对啊，有些安卓今天被更新，哦，那就更一下吧，佩佩。哇靠！我以为11点半就好了哎、欸，我说练技能啊。圣岛破除还在，我知道啊。哇吼！来超强风的魔法 ，Ricky， Ricky。啊、按到防御被七，哎、欸，风刃，还在，很棒，不用遁地。对啊，他以后要不要开放那种遁地点就好了？防御，他、啊、会不会死光啊？白痴哦、喔！算死光算了，死光就算了。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种话。我本来要发截图 GC 的，但我每一次截图，我游戏就当掉。截什么图？哦，死光了，真的死光了，哦，好爽哦！没有，主要是因为你要切画面啊。我那时候也是发现说，我切画面还好，但是只要在 DC。贴图片或是发在那个 LINE 上面的时候，光遇就会关掉了。差不多了、欸。怪人那句话，我之前有看到会笑。哇！那我应该也蛮喜欢看这种画的、欸，天啊！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哇，好棒哦！我喜欢，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你在宰的当下当掉，我来宰一下光玉好了。哎，至少我们在更新前有抱抱过，我们还可以更新后再抱一次啊！怎么想都赚，怎么想都好赚哦！大波抱抱。哎，是安卓，所以 iOS 没有吗？光玉。哎、欸，没有哎、欸。那平板的多功真的好方便，不用跳屏。iOS 不用更新，好喂、欸，好喂、欸。哎、欸，还有什么类似的啊？说你们所谓的毒鸡汤，你没有报到。哎哎哎哎哎，你要不要唱歌给我听？听说你昨天唱歌被佩佩吓到，是不是？我刚骂过他了。写正能量正负能量的语录，哇，这么棒！哎哎哎哎，救命！哎、欸，你怎么称呼啊？请问这位被佩佩吓到的怎么称呼？不然他们都叫你285。我说是谁啊？你吓到谁？他说285。说谁又285了、啊？现在是怎样都叫编号了是不是？毒鸡汤我之后贴 DC 吧。好啊好啊好啊，你可以贴在哪里啊？因为哪边好像都被刷掉、欸，你可以贴给我就好了。你好想听，没有先问人家怎么称呼吧，不然人家加了，我其实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怎么称呼哎、欸。你看他已经灰色包子了，可是他是昨天才进群的。可以叫我四二或阿盼哦。四二哦，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听？我应该是叫阿盼呢、啊，不然我每人阿宇、阿佩，一杯叫250，就看有没有可以来到520啊，对不对？编号520，快乐分享区分享负能量，那很棒哎、欸。负能量很棒耶，还好不用叫我阿登，可以啊。我一登大郎，你既然都这么提了，对不对？阿且你们家的阿登真的好奇怪哦。如果叫你盼盼的话，会不会觉得太恶心啊？哦，反正你名字后面有个四二嘛，就这样叫了嘛。而盼盼好像很少女，不会吗？哦，那我要叫你盼盼哦。我编号就是250。你看，你如果被佩佩超前的话，就是佩佩250了哎、欸。佩佩就是250哎、欸，对啊，就是那个麻辣鲜师那个鱼盼盼，
那个展楼漂漂亮亮的。干嘛啦？干嘛都探头啦？干什么？没有啦，那个昨天你会被吓到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应该是以为你在那个你也在跑图，然后那时候是佩佩想去找那个利恩问要不要跑图，然后进去就直接开麦了。啊，我跟他讲啦，就是以后进别人房间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开麦，先确认一下有没有在唱歌还是怎样在聊天，不然中途打断人家也是没有礼貌。所以没看到我每次进去你们语音房的时候都是先关麦的状态吗？佩佩太可怕了，对啊。最近到处唱歌，每个地方都是啊。所以我才会跟那个谁子瑶说没事没事，到处都可以唱歌，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子瑶有在看台吗？我要听歌。那时候刚好唱完一首，没有，因为那时候是说刚好吓到你啊，我以为是真的吓到嘛。好，升一个技能。我只是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而且还一堆人哦，一堆人哦，那难免会吓到了。你想一下，你那时候只是想说这边没人，自己在那边清仓，那怎么眼睛一睁开看到下面台下一堆人？我是你的话，我会吓到啦。我那时候也是在那个那时候好像在教谁在画画还是什么的。那时候不是克洛伊啊，那时候在教人家画画，就画着画着，我想说荧幕分享先关掉，然后重新截图的时候，发现啊，怎么已经七八个人在那边看？我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来看你画画，我要滚！我滚！啊滚！教主找我吗？你要唱歌吗？哦，找你，你要唱歌吗？你都跳出来了啊！中午你应该已经买完饭了吧？你也想看繁星画画？哎，不是，我的缩图已经丢上去了啊，不是缩图啊，缩时已经丢上去了啊，你可以去看啊，记录档也在啊。我的饥饿派画家真的改得比较顺，不知道是电脑问题还是真的有，还是因为我以前电脑真的太烂了。现在不行，好吧，只要看到荧光棒就有人加入语音。对啊，现在我那时候也开始这边乱贴荧光棒。就超好笑的，我只要贴一两个荧光棒之后，就有人跑进来，用荧光棒吊人，有没有？哎、欸，你们知道荧光棒是吊小卷还是透抽的吗？就是不是有些人夜钓会小卷那些，他们其实会用荧光，就是用荧光棒那边吸引小卷来钓鱼。所以说你们都是小卷哦、喔。等等巨干，不是？哎、欸，黑糖，你知道我那时候贴在社团的那个文章吗？当时就是真的无聊在开台，然后想哦，这幅画好棒哦，不管，我要贴在社团里面。那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贴到社团，然后贴在社团之后，不到十分钟哦，就已经200多赞了哦，啊，五分钟200多赞，我那时候其实吓到。然后里面掉出好多都是粉丝，
然后每个都说没想到凡西有玩光遇，哎，哇，都玩了一年了，哎，哇，教主竟然有玩光遇，哇，教主竟然玩光遇，哇，教主玩光遇，哎，可以加好友吗之类的。因为里面不是很会画画的人太多了吗？害我好不很不好意思去 po 文还是什么。然后那个谁十三他们还蛮帮忙分享，害我觉得更丢脸，知道吗？不是兔仔只是粉丝，不是干爹吗？里面一大堆就是说什么没想到凡凡有来玩，然后也有说什么从以前就有在看，没想到教主也来玩。然后也有很多是说，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感觉大家都认识这位大大，请问这位大大很有名吗？然后就有人下面可能回复说什么有啊，现在他什么12万订阅啊，还是什么的。最后那个管理员也跳出来，他说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这篇贴文竟然上了后台的热搜还是什么的。啊，后来我就跑去道歉说我。很不好意思什么之类的，有违规的话那个什么之类的吗？他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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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怕说这边的环境他会吓到还是什么的，就可能冒犯到我还是什么都没有。对啊，有惊讶到管理员啊。不是黑炭，我跟你讲，你去 po 个你去画张图 po 在那边，我相信你一定也会很夸张。那边通常只要有那种作品丢出来，其实点赞数都很高。按错，哇，岔赛！哇，教主有玩原神欸，你放屁！在那边掰，圆你个头，原神！小鱼早安，耶！技能满了，全四级了，休息休息，换游戏换游戏。啊，终于啊！好了，回家。猴神是什么？我光遇根本没有啥图，所以叫你画啊。所以我叫你画啊，女人。绑头发的。欸，小鱼，番茄有话要对你说。说点残酷的，暂时满了。对，又发现说我可以升阶了，这是最残酷的。好了，返回去。好欸好欸，卖东西卖东西。就是欸，番茄你自己讲好了啦。我只能帮你到这了，番茄。我起头的，但是我只能帮你到这了。我变这个了。哇，你打对字了欸。欸，才一半欸，完蛋完蛋，要练等级了，要练等级了。还要去打打怪了。冲太快了。好了。
那个，哎，番茄，你现在要给我装备吗？你其实忘记要讲什么，小鱼的名字啊。下班再跟你说哦，好好。那不然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好了，好不好？看一下哦。繁星的精华短片。兔窝好声音精华短片。啊，精华短片，我看一下哦。我那时候什么啊 ？Uno 吗？啊 ，Uno 找到了。我最近 YT 开起来都转圈圈呢，我在想我电脑是不是中毒啊？御风能院歪场，就觉得有最近感觉电脑好像重开机也变好卡，做 SSD 爆了也没有啊？截图，网页用，来来来，这个看好哦。我都有名字都有打对哦。好好好，可以。番茄猜错，要穿女仆装。没有。讲好快哦，可恶。哇、啊！找到了，找到了，好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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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一下。我要猜骚灵，因为我很骚。恶魔来吧。幽灵耶，猜对了，260。可是我是打木字旁的鱼啊，你看。你听聊天室的，不听我的，是不是？这是 Uno， 不，对的。没有，他是叫错你名字啦，他以为你的名字是玉部的鱼，啊，我是说是木部的鱼啊。游戏的差。干嘛？猜对才能走，是不是？这是 Uno 吗？娃娃乌的娃娃拍走。好，走。猜个梦魇。那小鱼你要猜什么？我帮你。猜幻妖。妖怪。镜子啊，镜子。看一下他在哪里。哇，柜子都是柜子。来个怨灵。欢迎。怨灵，哎呀！我想到一件事，他说你玩中型地图是没劲。小雨，你知道铜没有磁性对不对？哦，对。那你知道铜都是雄性吗？所以铜都是男的，男铜。来，小雨，你猜什么？雷鬼、雷魂，对不起，梦魇。你中了！他中了。我以为我打错，我每一句都打对好吗？干嘛？我从头到尾打错字是不是？中了180，耶！我经验88，100了。猜对就下班了，已经出了最后一张牌了。没有哎、欸，我抓到了，你刚没有喊 Uno。夕阳只要喊 checkmate， 太慢，中了嘛？恶魔啊，赢了，下班了，番茄，我真的不想说，哎，番茄。我真的不想说了啦，番茄。我那个曾经打错名的人是我，没事啦，有时候真的是要选输入法，选什么的啊？哎，十二点了哎，刚好哎。等一下哦，我看看可不可以开。啊，不是，怎么打开了？打开了抓鬼，等一下，我们要抓鬼。来看看哦，才没有要抓鬼嘞！无尽模式到底是什么啊？我是无尽模式啊，还是说可以无限的玩？等一下哦，现在没画面，等一下哦。嗯。我没有饥饿派画家这个吗？哎、欸，有了，啊，怎么那么大、啊？等一下哦，变形配合荧幕大小，哦，有了。那、啊、现在是干嘛？我会肚子饿吗？
剪辑画板开始创作。欸，好像是耶，欸，好像不会有人出来。你想看什么？唇彩太要大25，还25等。要画什么？真的不知道哎，欸。我现在打开光遇，我随便开一个好友好了。换你的光遇人物一样啊，我光遇就穿一样的衣服哦。就真的很无聊啊，谁很无聊啊？所以小鱼，如果我跟番茄两个，你会救谁？你们两个一起死吧，两个相约作伴，何乐而不为，对吧？你们两个一起去死。你最爱的兔兔面具？我没有啊，我没有，我要怎么戴？现在我的好友里面有兔兔面具的都换掉了，啊，还是你要去换，在我旁边坐着。按错笔，欸，明龙怎么画？还是我去木土玩？虽然不太会游泳，可是会浮起来躺在水面上，应该死不了。欸，不好说哦。欸，我真的不知道画什么欸。这一张也会发社团吗？我不用画光鱼。欸，带鱼来了。欸，我在等你用白鸟头欸。等你有白鸟头哦，白鸮头，记得戴兔兔面具给我看。欸，好不搭哦，他脸看起来好大哦。完蛋了，我犹豫了欸。还没有，我知道啊。你有没有适合的发型啊？有明龙标本在哪里啊？欸，等一下，新季节那边不是有那个吗？我记得一只坐下来的仙女是不是？我去看一下哦。
办公室下面那个已经没了，办公室下面的明龙已经不见了。那天带佩佩他们去看，哎、欸，对对对对对，哎、欸，你传我，你传我，你传我。这边有一只现成的编辑，我就记得他有坐在这边。等一下哦。是边缘人又多了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情，我的事你不知道的事。哎、欸，好吵、喔！算了啦，不要了啦，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手感，完蛋了，完蛋了！大鱼救我！关明龙的，要不要带你们去看？好吧，那等一下我换光鱼，我们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好、欸，退出。来，大鱼，我们去办公室玩。我们去让边缘人看看那个明龙标本还在不在，因为上次不是有带你们过去玩吗？结果他就活生生的不见了。哎，这个看完等一下就休息了、喔，我好热，我等一下我要流汗，我流汗了。白宇，走回家。你要离开这个伤心地，出门吃番茄火锅了。啊，你是要用番茄之家彩绘吗？啊、哦，好久没吃那些了哦。大餐呢？玩具耶？这边有躲人呢？哦，没有。白宇来，九天玄女来来来来来。都来，都来，都来！哎、欸，突然穿错了，不想每天看到他，谁啊？你们背好，你们背好，快点，都背好，都背好。哎、欸，你这头可以耶，猪虫的头可以耶。快啦，不要拖时间啦，赶着关台。定啦，快点啦，要不要签？嗨，你们不能背吗？对了，我说这个月赶快存钱才行，下个月才能是好事啊。糖糖抱歉了，糖糖。
不是连幽灵也不见了吗？可怜的幽灵没了。你他妈的断什么手啦？等一下啦！哦，真的会被你气死欸。哦，抱歉，我骂错人了，我以为九天玄女又断手了。这样你要带吗？你要带要讲啊。不是啊，现在什么状况啦？发生什么事情啦？谁要带啦？我真的会生气哦。我记得那边不能盾了吗？欸，我们那时候从哪边盾的啊？这里。啊，我背背那个黑糖下来，黑糖下来，黑糖下来。我想说，我怎么盾不了？你看啊，龙不见了啊！龙在哪里？对不对？没有啦，我知道，我有猜到你应该是不知道啊，只是我带你过来看龙而已。因为那时候那个谁，西敏跟克洛伊他们刚来玩的时候，我想说先带他们来看那个明龙，结果发现他们来的时候这边已经不见了。你也吓到对不对？没事没事没事，我没怪你，我只是有点赶时间，现在有点火爆啊，火爆繁星。啊，前面那只螃蟹在激动几点的，我不知道。好了好了，各自解散，各自解散。幽灵不见超难过的哦，对啊，欸，我那时候第一次进来就是跑去找幽灵玩欸。这边本来啊。以前有一只幽灵在这边，啊，现在没有了。当时的照片已经没了。那时候我想说，删掉了。万圣节会回来？我不知道。我每次觉得烧万圣节上面的，都觉得好累、好痛苦。谢繁星，不会啦，你在谢什么？在谢什么？哇，兔子真的好好看哦！你怎么那么好看，兔子？兔子面具。哎，四二有玩哦，那要不要加好友？晚点。这个是黑糖大大。你发现新的遁地点？那我发现新的遁地点哦，没有啦，因为之前是冲。旁边的地方可以直接冲下去，然后还是找半天找不到，我想说，欸，这台阶好像很可以，我就在这边乱蹲，就不小心蹲下去了。我，哦，已经加过了吗？哦，对不起啦，加的人太多了，抱歉，我很抱歉。好啦，那先开到这边啦，啊，晚上。为什么有鹿角？想要哪里有鹿角？哪里有鹿角？谁？你说那个吗？那个是圣诞节的。你玩到圣诞节就有鹿角了，但是鹿角跟兔子包包，这兔子头这个只能二选一。九天玄女的，这个啊，带你去看。啊，他们这些叛徒不买兔子，那边带鹿角。这个啊，哎呦，佩佩哦，这个下面这些都是头饰，这边还有这个啊，枯树枝。然后鹿角在这里，那个鹿角其实搭什么都好看啊。鹿角真的要好看，应该是要长大啦。
长大，然后很小。你看这些漂漂亮亮的披风，就是证明了你玩这款游戏有多久，你氪了多少。然后这些衣服，有没有？这样看起来是帅多了。姿势挑一下啊、这个，看起来就很帅。然后这边就有些可以搭，像这个帽子啊，这次是这个音符啦，这次是这个音符。繁星氪了多少？几乎都有买啦，就除了那个，除了这边有一个我没唯一没买的就是南瓜的一个头，我没有买而已。很小，这个是，这个是。这个，看有没有好看啊？啊，佩佩很可惜，就是他没有我这个后面这个，因为这个真的很好搭，后面这个。这围巾真的很好搭，很可惜就是没有买到啊！为什么不买？然后万圣节很多人也是都配这个啊，在搭鹿角或者是枯树枝，这样子好看啊。这个巫师头的话也是要等万圣节才能买得到。氪金大佬没有啦。喜欢就买啊！我只是把我平时出去打扮自己的钱花在这上面啊，这样错了吗？啊，兔子，这样可爱吧？那时候跟你讲的矮人面具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小朋友可爱。哦，你披风还没18哦。哇，别人借过你，你影响到我抱抱了。好，拜拜。就这个啊，就这次猫咪的裤子就很适合法师巫师啊。那你自己穿什么？平常穿的衣服啊。然后这些吧，主要也是这些，有些也是这个啊，这个就台币了。这个是台币的道具，这个跷跷板，你怎么变那么小只？你要喝水哦？看小呆鱼。哇，这个桌子你又要喝哦。那时候边缘人那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妈每次跑图都要先来一杯。我现在有点后悔没买万圣节的卷卷长发，可以搭配乞人乞丐老人，会复刻啦，那种东西一定会啊。你看我那时候是心心念念的那个红色的披风，圣诞披风。结果还是有复刻啊！我跟你讲一下哦，我那时候最喜欢的搭配是，等一下哦，衣服换一下。我那时候还没有白削头的时候，还没有我现在持那个长长戴着头的时候，我其实是这样子在常驻。我其实那时候装扮是这样子，所以
那时候给人家的印象就是我都是个大的啾啾头，我就觉得我就很喜欢这个啊，这个样子很可爱。有回归，你绝对要入手，会啦。怎么不会入？不会吧？怎么不会复刻？哎、欸，真的好小只，好可爱哟、喔！妹妹跟我回家，好可爱小啾啾。就其实那时候我两个这两个发型就很纠结啊。这个是大啾啾，然后这个是小啾啾，小啾啾就更可爱啦。但小啾啾我觉得最好搭的就是刚刚讲的嘛，这个披风搭这个，这看起来就更像小朋友啦。然后衣服要换更小的，平常穿的这个童装，这样很小朋友，看起来很可爱。哦，不对耶，你是戴狐狸面具耶，按图。看起来和吴亦一样，对啊，就是这个披风看起来就跟吴亦很像啊，所以才会值得买啊。你这叛徒，把你吼走。然后再来是这个吧，佩佩现在戴的这个班艾。那时候我玩的时候已经是第一次复刻啦。然后他们说不会再复刻了，我就蛮可惜的欸，因为他可不可以把头上这个改成蝴蝶那个啊兔耳啊，有没有联动实况组繁星的造型？反正理论上我头上就是这只兔子不会换到。就算他出了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会买但是不会换。五岁小孩，你矮到换不到，真假的？来来来，我背你。小朋友来，来我肩膀看演唱会，来，这样换得到了吗？你 Switch 也不好点吧？你在想什么？把晃悠悠改成兔儿，不太可能。换到了，好好好。有那么矮哦？看，很可爱耶。好啦。要休息啦，感谢大家。晚上我看一下他们有揪，没有揪的话再想晚上要玩什么。好，目前还没揪，所以晚上 Amigo 不确定。好，就先这样啦，感谢大家。好了，大家晚安。画面好，真的画面好晕。啊，好白，好白，好白！好，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